着自己的头。哦，玉芳有听到吗？其他没有啊。装谁啊？大声一点。对啊，电风扇讲话声音我都比你大声。再讲一句吧。太小声了。他骂人的气势。啊，我比你大声。大声一点。大声。就像你骂人那样，你有骂人吗？他没有骂人过的，他是用他是用鄙视的，他是用打的，用鄙视哦，所以他是动手派的，动手直接骂这样，他是用打派的，我直接拍他了，他是困难派，我也拍，双明就是动嘴不动手，武斗派就是动手不动嘴，这是永生派，我是两个都动，我是派，你是猥亵派的。哎，快来第二题。哎，是什么？给你一分钟。直接开一个问题。所以这一题一开始你做了什么动作？你把这个分数变什么？为什么一开始那样没有办法算平方根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这样比较好算啊。你算出来25分之81要开根号，你怎么算出来是5分之9？小明，你要讲话。25是5的平方，81是9的平方，所以开根号出来是5分之9。这一题人叫我强调要找负的平方根，所以答案是负的5分之9，可以吗？无敌。我听不到。谢谢。